壮观的场面。有人还烧着篝火在那旁边，你看这种钓法叫做甩鞭子。今天跟大家介绍两种钓coho的方法，一种是甩鞭子，从11点打出去，把漂提起来，顺着河流漂漂漂，漂到4点到5点的时候提起来。阳光明媚，河的对岸和这边都是站满了人。哇，今天的人特别多，因为是感恩节，大家都出来晒太阳放风，带着一家人在河边溜达。看现在钓鱼的人好多，哇，
再撒一点葱花。